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mile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来单挑这个大舌头是吗？好，算了，我忘记了，我应该是有单挑过的，只是那一题是两个人单挑嘛，对不对？也不算单挑啦，我知道今天就是拿这队，我已经排过了队伍。那这是超梦呢，我就是假日的时候，对，就是出去打一下超梦，然后。这是最后一球抓到，可惜我没有拍影片了呢，不然就可以让你们看到我捕捉超梦的过程了。好啊，那我们这边就直接进入快转战斗画面吧。好了，这边我们就进入战斗咯。那首先我的超梦的普通技能是精神力的，那大绝招呢是精神强念。对，那时候我的大绝招呢不是精神强念。我也忘记是哪一个啦，总之我就是把它换成精神强劲，感觉比较好一点，发招呼比较快啊。然后这边呢，我就跟他，我怎么打那不会痛啊？然后他打我，我闪招，也不是说闪招，可能就扣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吧，三分之一的血都被他挖走了嘛。然后这边哇，那为什么打他不会痛？可能我只是想要秀超梦而已吧。啊、哦，没有啦，这边我的超梦竟然已经半血了，竟然已经狂血了，我真的好奇我会不会打不赢哎、欸，好、啊，这二星的头目我觉得我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好不好？哇、哦，这边我的超梦已经狂血了，然后他这时候才刚狂血 ，Oh my god， 我的超梦要死了，然后再发动我最后一个大绝招。哦，超梦哦不，我超梦死掉了，然后再换我们的转角犀鸟啊，算了，不管，我忘记他名字了，反正我也没再记得。啊，这边就换他在输出了，那边是效果绝佳，这边就使出我的地震，然后他的加农光炮，我以为那是破坏光线，不好笑。好、啊，接下来我们就再次发动大绝招地震，然后这时候剩时间剩下一分钟，我能不能打得赢？我、哦、看这血量应该是可以的。哦，我以为他要发动大绝招，哦，他、啊、发动大绝招了。这边我们再使出最后一个大绝招，啊，大绝招，去吧！这边呢 ，OK， 我们成功的打赢了。然后他的 CP 我也看不太清楚，这边他总共获得了这哇六个莓果，我最缺莓果了，因为我莓果全部都喂在道馆上面的。这边他 CP 是892，然后我就直接一颗莓果下去，然后转，这些为什么不知道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那边转球嘛，然后就丢了。这边一个，两个，三个 ，OK， 我们抓到了，一球就抓到了，这是假的，一球就抓到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时光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底下说。那如果想知道没的话，就在那你可以到粉丝团全按赞哦，千万别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哦。那各位观众，我是 Smile， 就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